喂，对，对，还在哦。我刚睡醒。我也是，我昨天哦，我还头痛的要死，然后又吐两三我次。知道，你在吐那个做声音。啊，是哦，我麦没有关到。吐得很严重。哈哈哈。然后我老婆说我应该是中暑了。中暑啊，流刷。你那时候说要去休息，我们就没玩了。啊，是哦。对啊，又没人要开房啊。他们好奇怪啊，都不开房，都要一直叫我开。我是去，不晓得，我有觉得说，其实不一定都只能玩任务而已啊，像竞速什么都可以玩，他们都不玩。他们不玩了。对啊。哎、欸，阿光，嗯？我有点怀疑他们两个好像不是住在一起哦，对，阿 Q 啊。对吧？是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呢，阿飞上啊，然后没多久，就是过一阵子吧，阿 Q 才上，阿 Q 上，然后就问我说：“那阿飞？”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：“他说他去吃饭。”呵呵呵，你在干嘛？跑车子哦？啊！那绝品卫士的车子长怎样？到现在还不知道。你去我车库，我带你去。就那时候我给你看了改装车那个。这个。邀请你。哪一台？就黄色跟蓝色那一台，有看到吗？蓝色的卖比较多钱，黄色的卖14000多，蓝色看起来像紫色的。对吧？蓝色那一台卖17000多。可能就是插在那防滚的，我找看，我带你绕。开车绕，就我们家后面巷子而已啊。刚上来，有心。有心，你赶快上来！有信我才不上呢，往左的。发个屁呀！那我先帮你找一台。再小心了，赶快上来！一心而已，很好笑，好不好？我打电话。
一台啦，一台啦。这么神奇？直接抢就好了，不要拿枪举他。是啊，放我一下才跑。然后你记得啊，你不要开自己车来这边抢，不然你抢车的时候，你车子放在这边，这里就不会出。你就要先把这一个让他的出。哦，是啊。反正就是这一条而已，这一小段哦。啊，你看我绕，从这里开始，绕上去，然后上去之后左转那一小段，然后看没有的话就再往回走，再绕下来这样子。因为他们是绕一圈的，我是觉得绕一圈太慢了。库满的，就别再库，要不然你就先卖掉。嗯。4点了，难怪。游戏时间4点了。还是12点到4点，出的几率比较大，然后其他时间出的几率超级小。What can the best mechanic in LS do for you？ 哎，这是新车子吗？还是怎样？什么新车子？这种车之前是没有吗？有啊。我之前只有偷一台。你要去偷那个阿 Q， 他今天开一下怎么样？那个买不到。那个买不到。What you need, boss? Some wheels? I can bring them around. 好像是在那个监狱旁边那个机场附近。嗯哼。下去吗？好啊。先叫一台车。不用啊，就路边抢一台车过去就好。Okay, I got stuff to do. 哦。你睡不着啊？那你先去把衣服换一换。对啊。那你书包整理好了吗？啊？
可是我看他们两个现在在线上。我是啊，可能是挂着吧。嗯。或是他是他们也是刚去睡了一把。就可能是那阿星的问题了。对啊。他们昨天不知道在哪里捡的、欸。嗯？我说阿 Q 那一台啊。对啊。因为我们昨天在这一区在帮他找那高尔夫球鞋。对。你先穿便服。然后找。然后找到他说放不进去啊。然后路边又不知道拖哪那一台，拖到那一台。这裤子还是裙子啊？裤子。过去了，嗯，好，我是第一个。对电线感有爱，那我懂。奇怪的手札。哎，我这里有接到一个新的小罗任务哎，我们去玩好不好？好、啊。我觉得那个要接新的才会有新的任务，不然都一直都是旧的。这里应该没玩过吧？没。就电话来的时候要接，就会比较多的任务。因为他现在给我的几乎都是那个、啊、要两个人以上的。是哦。在哪？没车哎、欸！然后上小楼的飞机啊，多远？抢车抢车，很远吧？有小段距离，哪里有车？
啊，卡住了啦，卡住了，下次来抢你卡。哎，开出来了。连任务的却是打飞机的，第一次看到。可能是机去机场吧。那就是我要丢炸弹下去了。是吗？还是可以降落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在上面可以选武器啊。可是我也没炸弹可以选，还蛮远的啊。那是可以降落，反正我们两个人就玩玩看，雷了又没差。一个人也可以过，可以降落。啊，这个我好像有印象，好像看初创台他有带人家玩过这个，很刺激哦。自己啊，哎，挥一堆军人出来，惨了，我们没有重装，军人是四面八方过来的。这是军事基地吧？算是另外一个吧。哎，好像是哦。啊，军事基地啊。你再一开枪就一堆了。嗯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先走过去那边。我下阴刀眼睛。不是，我想那台这一台有没有看可不可以偷，然后这一台去炸其他台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应该是不能偷。我先躲在墙壁旁边看你。可以偷啊，可以发射飞弹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，上去了。那就交给你了，我在旁边看。真的可以耶，可以选武器啊。核心吗？
那我看那一台我们飞来的绕跑，我顺回了，被击了，要下来接我。把那男孩炸掉，旁边那一台，旁边那一台炸掉。旁边，不能发射是怎样？哎呦，我在这边等你。嗯，应该可以，就是偷偷的去装年弹，然后快要走的时候把年弹按炸飞，你懂吗？是可以啊，是可以啊，因为年弹装的还没炸，还多有心。后面有人，你的左手方。总之这一关不会有坦克，然后一堆人出来。困难哈，嗯，交给你了，要冲完吗？嗯，冲完。再飞过去。应该三台炸掉还有吧，还会再出一台。连续用年弹，一年分开一年，然后再一炸炸。哎，粘好粘好，然后先躲起来再炸。啊，炸飞机就可以炸了。还是说炸完还有？可能炸完还有吧，我也不太确定。总之就先粘好，然后我们上飞机再炸。然后再看他后面还有没有，
可是机棚那两台应该比较难炸哦，我怕一靠近就有信了。我去机棚那两台试试看。啊，那机棚那边应该是一堆军人在外面呢，你一靠近他可能就会打你。也不太确定。飞行技术上升。最远的那一台，最远的是这方，你那两台比较近，那两台给你了，我就连最远那。附近的，看，那看到我就开枪了。You wanna play with me?靠近就五星啊，对啊，要用火箭筒炸。然后人是慢慢清，然后机棚那边有一台运输无人机，好像也是要抢的。啊，不对啊，是怎样？你要靠近一点。那另外一个方法的，我们上飞机不要飞，因为在天上飞很难瞄准。你会抢飞机啊？对，因为我抢另外一台最外面那一台飞机的时候还没有心。哎，存那么多钱，你不买飞机？你那边应该有四五百万的吧？四百而已啊，可以买九头蛇啦。我是觉得船不用了，船买了我们应该没什么用到。重买只是好看而已。嗯，如果买船的话，我可能买，我会买来一台帆船吧。我可以不用上飞机吗？上来了。想说我不用上，我就叫我那台直升机看可不可以。
这边飞过去蛮近的。哇！飞前面一点，你抢飞机，然后我再开这一台。货车在马路上，为什么你的飞机被车爆炸了？为什么？我撞到车子。那进。要够了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先感觉他们比较简单一点。你用一样普通的就好了。啊？一样普通的就好了。嗯。我们就飞在那机场旁边那个我们要飞上去的地方那边了，就我们之前要飞车那个地方啊。
那边比较空旷。是我炸完之后我就不要升空嘛，你在旁边等我，还来得及，在原地再炸，还来得及。哦，你是说我飞机不要升空，然后直接在飞机上面等你就好？你就绕去最旁边那一台等我，你就是往回绕嘛，然后这边绕好，直接在等我，然后我炸完那两台之后，我就下来再把这一台炸掉这样子。然后而且，炸完之后直接冲小螺丝的飞机。因为你在那边，你不会进行吧？你也也是会啊，也是会。赶快炸！他偷走运兵直升机啊！好，新任务。对啊。那下来偷了。那你就要打了。太大了，我运气真是太好里面了，那就几枪了。慢慢清过去了，等这样子。
嗨，你好，不一样哦，PC 归 PC 的，PS 归 PS 的。这样了解吗？我吗？我在想，要清很久。好好，哎，你可以买 PC 版的啊，可以把 PS 的人物转到 PC 啊。很多朋友都是 PS 版的转到 PC 在玩。我在这边区没事吗？比较打不太到。老鼠快死了。人少，这个挑战。零零四。被打很痛，嗯，我充护甲被打一两下就没护甲，护甲好像是好看用的。一弹一真好啊，一枪都要打两枪，那就要爆头了。左边有一个，干掉了。好个戏啊！快找掩护，来不及了，他躲在草丛，我看不到。哦。你应该可以换另外一把狙击枪了吧？不行。哦，那一把好像要九十几。你有买的吗？有啊。很好用哦，一枪一发，这样就一枪一个。嗯，人家弹夹容量蛮少。
应该是清不完的。你要想办法冲进去，然后开走。那你叫支援吗？你打电话叫支援，有用吗？可以啊。困难，很有挑战性哦。嗯。我难得接到这种没有接过的。想十八还有钱。好情况。没到啊。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这样打嘞？你要带我去接飞机吗？啊？我带我去接飞机。你先上小楼飞机，然后你带你的飞机。我的野人在旁边。啊。可是你要先上小。看你要。你要先上。对啊，你就带我飞过去啊。嗯、啊。你野人在哪边？我有标点，你等一下，你看，右手方那边，有看到吗？紫色点。可是你等一下应该要迫降了，要不然就是你飞高一点，我跳降落伞。没关系，哥技术好，这种话我说得出口。不然就是你去开我的原机啊。要过河，过那个湖泊。为什么你野人在这边？我不知道，我打电话叫他就帮我送最近的、啊，我也不知道。可能这边有直升机的那个停机棚吧。来不及。要回了，要回了。拉不下来，拉不上来，动力不够。刚油门一直整个放着，动力不够没有办法拉。你要去开吗？他没有说一定要搭小楼的飞机去那边呢。对吧？好作弊！那你不上来吗？不用吧？你要开小楼就对了。把小楼停在这。来啊！啊，等一下，你还要去开运兵直升机啊？
好，了解。欸，可是副驾没有那个啊，没有机枪。没差。我坐后面，我坐后面。后面有机枪吗？没有，我用我的手枪打。那副驾好，副驾不能用武器啊。你轮胎要收起来啊。你这样子进行的话，你那个飞弹应该就可以锁定他们了。刚没有进行也可以锁定吗？没进行可以吗？可以，只是都乱锁。哇，我坐后面还可以用火箭筒。啊，很帅。连狙击枪都可以用。狙击枪应该不好用，要用火箭筒比较快。只能用镭射炮。那我先炸，好，然后等一下就被锁定。再说。哎，没心哎，你可能飞太高。没有，这台那一台好像炸掉都没心。好难射哦，那个。哇，你就用火箭炮啊，乱发射，反正它可以一直发，它可以，它是四个那个、啊、炮筒，放火箭筒啊！你要飞弹，对，可以锁定了哦。要求来不及出，安全扣下。根本来不及吗？然后迫降，然后进去里面。你看，我进去直接抢直升机，人好多哦。不行了，人太多了。他人是一直重生的，好不好？但是他不玩。欸，假如说我先不要炸，然后降落下去，到那边，你先到停机棚那边。一样不行，会被发现。机棚那边有军人。因为上一场那时候我用狙击枪一看，就那边蛮多军人。是啊，这个好难哦，我挑战啊！
要再叫野人吗？不要了，你这样加要钱吗？要一次200啊，那还要。然后报价不用钱。他那个天哎、欸，我的野人还在啊，是啊，哎呀，一样刚刚的地方。刚你是一下就被打死，还是还没下来就被打？你说我刚刚？哎呀，我刚才在上面就被打死了。他那个战斗机可以坐两个人吗？一人坐。一人坐。一人坐到怎么清过去啊？我不知道。要不然就是你那台先不要炸。然后就停在那个机棚外面了，然后先帮我清那些小兵啊，等到我进机棚，你再丢年弹把它炸我。反正运输人就我们可以先开出来再炸，应该可以这样吧？现在走过去，那个运输直升机那边会很多人。会，你走过去看看。惊喜你！超难呢，想偷偷杀也不行。你小心了。
sorry, all of our operators are helping other clients. Please call back later.人太少的关系吗？人多好像我自杀。哦。第一侵略，找一下攻略，看看网上有没有攻略。真的是颇有难度的。就外面要有人 cover 啊，就是掩护，然后一个人进去偷。有人可以单刷呢。我先厕所。好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我知道他们单人刷怎么刷的，先上小罗飞机，开车子过去。
然后开车进去有没有？用炸的，开车子进去。哎，要叫一台可以丢年弹的车子。你叫，可是我的没有，我的只有那个，按错了，只有好像哪一台有防爆防。You calling for some wheels? I'm Johnny on the spot. I'll hook you up. 阿飞那一台才有啊？阿飞那一台啊？没有，我要防我的轮胎有一台。没有改，热行尺度好像有改，可是热行尺度是敞篷的，不是吗？不是，是老爷车。那台老爷车你忘记了？ I'll bring it by. 跑去哪里？出现了。这台又没防弹，引擎有改吗？看起来有改了，还是有？有。要一下地点。要到。就一样，我们飞进去那地方吧。嗯，开到这里了。还没到车就烂了，车窗都破了，等一下小心跑。爬山过去，对啊，他的车没有改那个防爆的，是比赛哦，是哦。然后这个是难度最高的任务。我啊，哎，我不想。可以进去吧。
再往山上开啊。你要去我们飞车那个点吗？这个点也可以啊，我们上台啊，从这个点飞进去，飞上去的。怎么样不？那我来看，从哪边飞？还有两三个坡，不知道是这个坡还是对面那个坡。对面那一个。对面那个，这个吗？对。因为这个看起来离那个栏杆比较近。哎，对，就这个。直下去。就是这个。那，惨了，歪了。看，要重来了。哈哈。明白。应该不用到那么远俯冲啊。哎，进来了。你要不要下车跟他们 say hello 一下？这是什么年代呢？我看一下。有啊，有丢年弹，没有年弹就手榴弹，这样子。要准一点啊！要等一下，那个两个都要边丢边开，一个好像一个空啊，是他炸。我先炸了。啊，一个就够了。等一下都不能停了，都不要停了，不然怕会被打到很痛。都准一点了，好，炸！炸！哎，我荡掉了，是怎样？我也荡了，我也荡了，为什么一起荡？我也不知道，阿星的问题。怎么说我账户被其他登录啊？对，我也是哎、欸，见鬼、欸！同时被盗吗？那不能被拿什么吧？拿不了不是吗？没有啊，他们可能就到那 CDK 吧。啊？那个序号啊。哦。不然他们还能到什么？就需要值钱而已啊。嗯，你要不要吃东西啊？蛋糕，我先弄个蛋糕给我女儿吃。好、啊。进故事模式。
So make yourself scarce. Are you cooking for me tonight, boy? Why you got to make all that racket?阿星，这阵子都怪怪的、欸。对啊，这阵子怪怪的哦。我昨天也可能是，可能就是那被那些外挂搞到很烦吧。因为有 P 在 PDS 或 Xbox 上面的不会有这种外挂的东西。对啊。但是你在电脑就会有这种东西。因为电脑能改的东西可以改很多，然后你那个游戏机那种的要改的很少。对啊，游戏机就挺多，输入什么无敌密，又是什么金手指无敌密嘛，但也是它内建的、啊，要不然就是只能刷钱而已啊。对啊，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，就是说输入那种金钱无限的啊，或者是不会死的啊，那有什么好玩？我朋友很热衷在这里，他说这样才好玩啊，车子可以飞很高很高，我不用改也可以飞很高很高啊。没有在。只是爽在一个当时而已啊。我去改一台跑车好了，台肌肉车，有防爆轮胎的。速度比较快一点。你不会买一台判断分子？呀，你钱那么多，呀，对不对？看要不要买那个有机枪的？呀，有机枪的九人座。哎，其实老爷车也可以啊。哎，是哦。你吗？会哦。然后我开公路霸者去。改个轮胎跟防护，这公路霸者的配色是我女儿改的。哦，阿 Q 那台不用偷了，那个商店有卖，75000。嗯，你要不要买？不用。奇怪，我现在才看到。昨天看都看找不到。护具，其实应该开你的普通车，因为你的护具防御可以弄到最满。那就六轮那一台。哪一台？六颗轮那一台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应该说七颗轮，它前引擎盖上面还放一颗。等一下，过去那边的时候叫那一台，叫那个，哎、欸，你进来了吗？我已经进来。你要邀请我过去，你的感觉？邀请。他刚刚的任务这样还能接，还能接吗？然后没有过，好像就没有办法了。刚刚是什么？基地侵略入侵吗？对，没有过就不行了。那就一直打电话给他。哎、欸，有过，有基地入侵了。应该是有进去就会出生吧？对，过来了没？要你们呢？过来。
阿慧还有一个人，他有上线了。是同事那个我不要。我同事他朋友。他在干嘛？我看他一下。我还有电脑开机的声音。我看他一下。他在解任务。啊，他在跟路人解任务吧。玩两人。哎，你要跑去哪？我去偷看那个班会那个人在干嘛，想邀请他过来，他没过来。我同事他朋友啊，我同事说，你还就问我说你还有在玩吗？我说有啊。然后他朋友在线上找不到的，叫我去照顾他。也是个宅宅，整天在家也没事。什么东西？说他也是个宅宅啊，跟我一样吗？嗯。为什么？刚刚那个吗？继续挑战吗？都 OK。嗯？哎呀，我先过去你那里。哎呀！我先开刚刚那个任务。好，等一下你再叫你那台车出来。你那台车已经那个防御改到 100% 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去看一下，我不太确定。可是我觉得改那防御好像也没什么用，多少有差啦，就跟那个重装意识是一样的东西。不然就是骗钱而已啊。护具啊，护具100啊。嗯。一样，等一下先上小楼飞机。哦，然后那上上去就下来，然后叫你那台六轮的出来。我应该不用上来，一个人上去就可以了。这样吗？对啊，我刚还没上，你上去，然后就 OK 啊。哦。你还记得不是有一个高楼那一关？嗯，那一关可以开直升机上去。哦，是的、哦。除了这样子，还有其他办法过吗？就跳伞下去而已啊。其实开直升机上去比较好清。嗯哼。不然你还要爬那楼梯，要爬多久啊？
滑到你腿都软。Hello， 再来晚可以呀、啊，你先加我。有观众说跟我们一起玩。现在。嗯。OK 啊。OK 啊，我们只有两个人而已啊，可以进来一起玩啊。ID 要打一下，你可以，你有 RC 吗？我们用 RC 在交谈。KUANGLAI。可以先加我，然后等一下进来一起玩，我们在挑战那个很难的任务。那谁要谁呀？我觉得那护具好像是撞车的护具而已，是这样子哦。你没看撞车，车头还没坏，撞那么多次。可是说明上面写的是防弹哦，我不清楚。是吗？印象中这样。收到好友邀请，按 home， 按社交。按邀请，接受。先等一下，我跟那个辉仔这场挑战完之后，就邀请你进来啊。应该是很快就失败了。这个轮子好帅。啊？我没有六个轮子的。取一下，等着下来。那、你登上一，又撞烂剩一个人，什么东西？下来。我说车灯啊，被我撞坏一颗了。标一下刚刚我标的地方，哎、你标好了？过。走。走一走。
对啊，我在开车啊，双仙人掌，哇！到最后一颗灯都坏了，车门掉了，还好不是掉我这里。哦，这么了，刚刚还有那个 NBC 在比赛的，没有了。所以我昨天后来吐得很严重，你们有听到？有啊。我晚餐他们应该没听见。嗯。我会听见啊，就你下面一直哦哦哦，晚餐全部都吐出来了。然后我会说有人在抓兔子哦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见。哦，我这个，然后我可能是中暑了，才会这样。然后后来就帮我刮痧，刮一刮，人就好多了。往上散开了。嗯。为什么？另外一条。前面那个山坡。电灯没了啦。就这个嘛齁。对，啊，你看，我滑下去，这个椅子太坚硬了吧。伸出来了，可以到了。有到吗？有吗？哎，我又荡掉了哎！开车不能用啊！开车不能用，什么东西？你也荡掉了吗？没有。他说我荡，从其他的那个账户登录哎，怎么会这样？那嘞，你再重开一次看看，我先自杀等你。哎，算了，不接这个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这样？我今天连续发生两次了。
大概断线，然后是不是要叫你重打那个阿星账号？对啊，你那个不用打，你直接关掉，然后桌面上那个结晶再重点一次。嗯，因为我刚才他刚才叫我重打账号密码，那个我怎么打他都给我显示错误，真神奇。你过来之前都前几天玩前一阵子之前玩都不会这样子的，怎么这样？而且是都是炸完第三台之后才断的。我真不出。啊！很神奇。嗯。打开吧。干嘛？变什么？就这个啊，没有，等一下那个1090一起来玩魔人。来看那个什么，手机他丢什么任务给我们就玩什么。变了。邀你们过来，我的好友战局啊哈。为什么看不到那个？007的他没有上线呢、啊，魔人的、啊、正在上哦，正在上，你也断了吗？变什么？刚刚去买的、啊。嗯，我没有这个颜色的耳机啊。有红色的、啊，好的。好的。换颜色，为什么带很红色的？那我上吗？有，我邀请你了，你有看到吗？这游戏是，到底是邀请，会长，你看到我邀请吗？现在还没有，要等一下。哎，都进来了。好，我开任务。为什么是给我这个任务？莱尤娜娜单车骑士不杀的还是怎样？
四个玩互杀的，就是一个跑一个追的嘛。哎呀，那玩这个吗？手机上有的。删掉，删掉，看他会重新给。等一下，看那个我的任务。我小绵羊好慢哦。小绵羊快乐。好笑，小绵羊超慢的。胁迫他上不去呀，太好笑了。我等那个手机任务看有什么。等电话来啊！哎，是这台吗？不是，不是啊，你已经过四点了。哦，已经过四点了。哇！手机都还没有其他任务给我，要打给他，打给他，嗯嗯，打给谁？小罗，莱斯特也可以的，打给小罗好了。他丢什么任务给我们 ？Hey, what can I do for you? 请求差事。Okay, not a problem.小楼任务来了，沿岸航行。困难，购买，确认，目前占据。有好友，我有好友。嗯，哎，都没有了哎，要拿这个拿去往那边倒掉。这也是啊，他冰箱看还没有，拿再拿一个给爸爸吃。好好好好。哎，他进来了嘞，呵呵呵，真难得。嗨，阿爸的朋友，哎，又离开了、哦啊，算了，不理他。算了，那比赛啊，就解任务啊，货车，货车在哪？啊，刚走了过去哦，在路尽头那边而已啊，跑跑跑跑跑，在跑，偷走货车，还是等一下？那边有一堆人吗？这个我没印象，我有玩过啊。还是每次都是库罗马冲进去再解的。就海边啊，录的镜头是海边啊。靠背。摔死了，对不起。超白痴的。爸爸会掉下去。其实呢，我是想节省那个路径，有没有？
用摔死的直接过来比较快。货车旁边有好多人哦，这时候机机枪要拿出来了，狙击枪。上车上车上车耶！辉仔，你要再抓一台车，等辉仔。辉仔要再抢一台车。还是啊？阿文，你们先走。好，走走走走，我们先走。这货车啊，哎呦，改过的货车都是慢慢的、慢慢、慢慢的。好事者，照着黄线走啊！6:40了嘞，好马起啊！哦，要挟我，我不打死。把路上的车都清掉。我趁机偷懒一下。嗯。好的，车后面的坏人。有，我知道驾驶。来一台。哦，啊，1.5公里。开枪啊！呵呵，车上了，他是路人，他不是坏人。快7点，你妈妈还不起啊？你叫她起来。
还是叫不起来。你跟他讲说你上班快迟到了。路程有点远，不要这样子跳咚咚咚的，很吵哎、欸。为什么它会出现其他的？哎、欸，这个小孩子，好，重新整理了。欸、空中猎杀是什么？你玩看啊，不行，这要两个敌对的吧？那两个人就是那就是有队伍的、啊，比较好的，我们玩没差，没差啊，啊，那就玩。因为他二的话表示说，他分两个队伍啊，大部分是这样子。也有可能是要保护一个人吧。对，没差，很年轻。对啊，开队伍平衡就是，那就是两队啊。开始，看谁中，应该是随机所分配的吧。跑路者两个，猎人一个，所以猎人是只有一个而已，就对了。我们两个要一直跑，可是我们好像只有一条生命而已哦，是吧？哦，飞机来了。旋转呢？飞机来了。有啊，头顶上有飞机，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？地小地图上有飞机啊，一台飞机。啊，好像是一台吗？飞机有没有？在哪里？刚好在头子上没有？飞机了，戴一下安全帽。
你不要赢过啊！我摔车了啦，赶快死了！哦不不不不！摔车了啦！他就会脱安全帽，偷吃一下零食。为什么还是会摔？他那个角度怎么会摔？哎，你要去玩溜滑梯。所以我觉得飞机去射这摩托车应该很难射吧。